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是自习，所以很多很多人都来这健身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长隆健身房，真的非常非常优秀。我以为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呢？我想着项目就是这些健身的设施再全，能全到哪里呢？结果现实哐哐打我脸，因为他们这儿真的非常非常优秀。首先是这些器械，看，很大很大，什么器械都有。看，现在是正在几点来的？2点。你都已经健快2个小时了吧？很努力的小孩子，看这个小脚，黑色的小脚，这个玩意儿啊。哎我的妈，拿不起来呀、啊！哎，这个还行，这多少斤？不对焦呢，8斤，轻而易举。看这多少斤？16斤，怎么能拿不起来呢？还是能拿起来，就有点吃力。还有这个划船的练习腿部肌肉，就是走楼梯，是不是很棒？很大很大，跑步机有超多，快看！就在这个看健身房的途中，突然遇到了一个人。你看，看这个人的，看我们，我给你们录的我们瑞哥呢，看一点不像是来健身的。来看看啊，看瑞哥穿的啥？这西装，看到了没？啊，就得脱。对，看西装西裤，看到没？这不知道以为出去街拍去了。你说这来健身房，我一看。我刚刚就在这个跑步机上跑步呢，我旁边一看，我说谁呀、啊？我穿个西装过来干什么？一看，哎呦，我瑞姐，哎呀妈，我这不对劲儿！我说大哥过来啊，一脱啊，然后跑两步之后，我是看旁边人影怎么没了呢？啊，我在这儿一抬头啊，拿相机在这儿，哎，四月逛呀，哎呀，录录 vlog， 取取素材，穿穿西装，美好的一天就是这样的短暂，就是这样的短暂又充实，哎，真好哈，真好，真好。发现了正在练舞的刘定姿、陆柯燃、许佳琪。刘老师进来，好，好像博士。我们现在是这个破风团建，对吧？破风团建。那为什么没有许佳琪？因为我们排挤他。因为许佳琪抛弃了我们。因为我们对 C 位虎视眈眈，所以不要 C 位。你看到我们的 C 位已经。在这儿，真的好可以啊！可以，腰线腰线，这是我们的臭屁 C 位。我希望大家第一轮都能留下来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突然对，你们俩，我老有打招呼。我们来聊聊我们破风的这个，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破风的期间有什么好玩的？孙瑞的拍腿，我们换了姿势。对，哎，陆生拍腿。刘翠花说要拍腿，真的是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些人有多损，也不是多损吧，就是呢，我们当时破风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副歌啊，我自己练的那家伙炉火纯青的，把那个腿都拍青了。结果到最后一天快上台的时候，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这个毛病，然后问我说你怎么会加拍腿这个动作？我说你们早说呀，我大腿都拍青好几天了，你们才告诉我这件事情。哎，发现刘老师是。刚来的时候他很安静的一个人，后来跟我们混熟了还是很安静。你看就大家挥手就是不一样，我们都在这卡着。哎，我都这样，我就当这样了。他就是这样。高贵，我很高贵。你要在视频开始那一瞬间，刘老师就找出眼镜，然后你在那里自己好好看，他帮我摆好了 pose。 那也不是你自愿的，自己开心的不得了。哎，陆柯燃第一天也是一个很那个平平无奇的臭脸天才。对，而且当时我们分帕的时候记得吗？这么捏，当时你就觉得分完帕之后觉得陆柯燃那一天就很心情很到。对，然后后来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到，他只是就长这样而已，就长成这样，没有办法。摆好了吗？这跟刚刚有没有区别？是有没有用？其实春红还是蛮可爱的，翠花也是。对，我们的那个名字都说一遍，我是孙乔，我是冯若楠，冯若楠，我是欧庆发，我是张慧敏，说是你，我是刘翠花。我腿摆好，腿摆好。我
眼睛要露出来。等一下，眼睛要露出来。我是吴春红。哎，刘雨昕真的是太……哎，你看吧，镜头一开，他就开始安静在这凹造型。你说啥？你说啥？你凹造型？你哎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？采访你，从出生的时候。你是从哪一刻拍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连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，他都要有饰品的搭配。嗯，对吧？你们比较夸张啊！你看一下欧若拉，今天确实一样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破风刚见的时候我不这样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我是认识了刘老师和陆老师之后，我才变成那样。我就觉得当女生就要像你们这样精致，我不配做一个女生，因为有了你们，让我对时尚有了一些追求。我以前是没有审美，也没有时尚的人。我以前在咱们练习室，我也不带你东西，对吧？我可是就是来的，看着就是这，看着就是这些人，每天天一个个的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带个视频，我也没有带，是你刚刚拿走的，你抢走的。而且后来陆凡也是打破了我对他的认知，比如呢，因为陆凡特别爱哭。真假的？不是说你特别怕鬼吗？你知道吗？他领我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当时拍主题曲的时候，那个天贼黑，就给他吓的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天哪，那吓的！哎呦，那天不是你也在吗？我咋了？我们去上厕所的那天。所以他拉着你的手，有点像厕所吗？没有。哎，是谁啊？是我拉的？是我吗？不是，是我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把谁给说了？哎呦，谁给说？太脆弱了，对话救我！好，交换位置，现在该刘雨昕上去了，来，现在该刘雨昕躺在这里了，来，这个，来，一模一样的姿势，太默契了，太默契了，眼睛也是，旁边也是，我给你等一下，把我腿抽回来了，好，你这样，这样，来，躺在这儿，还是好。这腿得太难了，叫内八，耳朵红不出去，不出红，你是怎么？底下这个朋友是伸长，伸直，伸直，然后再，没有，你怎么不信？你不搬，要给他解剖，干嘛？对 ，OK， 不行了，不行，这样好伤害刘老师，刘老师，这样，好，你就这样，还要露型，太行了，刘雨昕，这样，好搭哦。一说红整我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觉得是你的韧带很好的，你太习惯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解谁的饭呢？陆克然同学，你觉得当时咱们得第三首，你是觉得什么心情？当时那个状态下，还有你觉得我们能得第几？当初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觉得我们能拿第一。你要哽咽了，你都，你要哭了，不哭。哎，我当时不光觉得咱们能拿第一。我还天天去挑别人毛病，真的。老师太不争气了。那你觉得谁应该拿？除了我们以外，谁应该拿第一？就是我们，除了我连第二，我连第二我都没想过。真的没想过？真的吗？我们都是应该。我很少有这么自信的时候，就绝对第一。对，真的哇，打脸。没打脸啊，咱们现在就是第一。虽然你想说话，你说的所有话全部打脸。真的，哎，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我主题曲你不知道我干了什么。我主题曲那天，就大家不都站在那个台上吗？站在就是主题曲评测，就是那个干嘛呢？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主题曲公布测班级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在地板，你这样说话，你这样躲在这里真的好吗？然后我在地板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转过头跟他说。我说我们还能往哪儿掉啊？我说总不能去 F 班吧？我说不可能掉 F 班，求人去 F 班了。他就站在我右边，他跟我说完这句话，我说女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自信。对，我还没说完，我们现在就从 D 班开始。好，司马传人，我下面见到的人请移动到 F 班。司马传人，懂了。然后我当时我到 F 班的时候，我说你们有什么可担心？你们能往哪儿掉的？你们都是 F 班，我一个地方，我不可能掉到 F 班，我丢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，他虽然说的话我们就反着听，但是我们一定能得第一。他往 F 班走的时候，他身上就带着一种我要炸了这里，就我要炸掉这里，炸开了在我的脑子里。而且你知道我不是在 D 班嘛，然后我在 D 班，我回头就是，哎，你知道他的。我回头就是他，然后周子倩，然后傅佳，三脸就这样，这看着下面脸都出来了。哎，这个人多做作，他在房间里啃黄瓜，他现在在这儿吗？吃红薯在这儿。你减肥啊，夫人？
但是这个长胖的他变很多哎。我都不吃、啊。那天评级，林凡、陆柯燃、刘雨欣三个颜色站在台上，我觉得已经很好笑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画面。然后黄晓云在下面来了一句：“我不配，我不配。”老哥说那个现在找出三个特别不适合这首歌但是有突破的人，林凡、陆柯燃、刘雨欣、刘昊然的小我不配。刘雨欣就正常，陆柯燃就紧张，林凡过于活泼。我觉得我跳的蛮好的。哎，林凡笑了，林凡这人要有林凡的态度。林凡说了，就算是被截成表情包的动作，都是他精心设计过的。林凡失败了，他自己说，恭喜发财，林凡给你拜年了。绝了，住进你的心里没？没有，我的手机里。是吧？哎，自爆这种事情，我也是讨厌自己。我心里面，在我心里面表情包最多的一个是那个上官喜爱，喜爱姐，一个就是林凡。林凡，喜爱姐的表情包，你给我反过来。是这个吗？好多呢，好多还巨多。啊哪天从我心里面发给你？我心里面就是你的心里呀，发给你。这玉米要一颗一颗扒着吃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二十二斤很紧。你知道谁都这么吃玉米吗？鹿晗，女艺人。哦，生命是天王的女艺人。哎，这样吃，要垮了。为啥他们吃玉米长？刘老师会坐下。哎，你太高了。就是、哎，你在这组终于变高了。就是那种感觉。站，给你表演一个，来，刘雨欣过来，站我旁边，我怎么样？给你们表演一个抱大腿。好细呀、啊，刘雨欣。你的腿更细。你的腿比我细。然后组我摸了一下。对，我细。还长了。他刚刚说还行吧，不是几岁。说了什么？我好难伤害，你。是吗？刘雨欣，我帮你挡了我自己。来，你过来，我抽一下条子。嗯，没有，别打我，让我抽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被他打了之后，我抽一下才消。我都受不了，我这才消啊，我两天才消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别说，我都跟你说，你要我去看，我操，你要去。你要去胖，好霸道啊，刘雨欣！哎，现在欢迎大家参加女子摔跤，WWE 女子摔跤。因为我今天才染的呀，谁染？我自己染的，可怜吧？哎呀，受不住了！你就要打一架，哎，我突然间想要咱们打一架，看谁能打谁。还录不录了？我就问，最后就一个人站在那跳，你的队友呢？就给我打死了。满脸笑，我来猜一下最后谁会赢，就打一下就饿死。肯定是我，我也觉得是孙强。这个我打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落地了，你姐，我就想打。你要打，太恶心了。你说我们俩都能打台子？哎，你们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真抬不起来，试一下吗？不是，我都能给他公主抱起来。来。来看镜头里的这个。哎，你抱紧他。啊！好痛！哎，你抱紧他。快抱我！抱我！3、2、1。哦。我可是还请真假 A 人，我来试一下做法。哎，真的别乱了，哎，不行，人不行，你等一下，你别骂人啊，控制不住我气。我不过一脖子，我怕我摔。我其实应该可以的。你得往上蹦一下，你往上蹦一下。我有腰闪，来，往上蹦啊！你不要蹦啊！你别蹦，你蹦，你慢点。3、2、1，一动不动，没事。我刚刚连脚都没有。我的好背。3、2，我不知道丢脸的是你们还是我。我真的抱不动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我一直动不到，谁都可以。哎呦，
老亲了，我回老亲了。哎，我是去帮谁回的？我好亲了。对，太我家是了。你先抱我。哎，你别踩太实，我轻一点。你哪儿的？轻盈一点，滚吧。哎，不可能吧？你就没实力，我都没感觉到不好的力气。我的天哪！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哥，你放，你放下，放下，我看到后面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也是，一二三，放，一二三。我刚觉得他腰要闪了，我刚才说腰闪了，别好没说出来。我咋了？薪水炸弹。你蹲，你蹲十了，我跟你骂。你僵硬一点，轻盈的那种飘飘飘感觉。来，一二三，飘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笑死我了！你一个瘦弱的，那你说，哎，消毒盘那种我一直有这个催粘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想看你一直都粘死了。来，我在我们团，我拍手腕第一名。我觉得来，这个哎，这这个用这个，这样，来，你这样不用后背痛。来，先下注，谁赢？谁赢？下注，谁赢？谁？下注我赢。孙强赢。孙强赢。对吧？我赢。哦。哟，输了。我在我们团拍手腕第一名。再来一下。感觉力气很大的样子，好厉害，陆帅！我感觉从哪出来了，陆帅？孙强，输了！哇，我来呀！何老师，你过来的，我只有在动，你别动！我这个，你能不能知道借我这个姿势？你这个人在那个镜头外，我是个巨弱。还有谁？咱们现在来一个破风争霸赛，我倒数第一，你现在第一，我现在开始。摆来，我没办过刘老师，不行，我好像不行。你 popping 王哎，你 popping 王，你天，你上，哎，上一个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肉疼了，这么瘦弱，你使劲儿，二一，哈哈，激动爆浆。哎，孙强，哎，我这么瘦弱吗？来，快的，行，谁都摆平，我不信，我真的谁都摆平。他刚才代表是 TOB， 他代表是 AMG。Hello， 好吗？破风怎么办？破风怎么办？黑妹，你能抱抱我吗？哎，快快去看一下。我这太软了。
哦，啊，其实不能压平腕的，就只能让。但是我站着没力气。你们军人怎么这么差？挑衅！你把我公主抱起来了再说。你在女团里面比什么还手腕、啊？你刚刚那个是吗？来，军姐龙王刚才已经输给 S H 后天，已经输给邱伟和要去亚洲娱乐。你报了动咖，我就算三二一开始。哎妈！现在我真的变成这样，都不是拍头顶上啊？对。危险！你看，这变成他也下不去。哇！真是，我是左撇子吗？来，跟他掰，他左手。我不行，我左撇子。我是左撇子。来，让你跟我加入战场啊！我可以，我左手更差，我左手也刚刚输给他。可以。我以后就用左手吃饭。你好，哎，哇！这样来，因为他左手没有力气。我也不知道一群女的为什么在扳手腕这件事情上如此的认真。真的，你双下巴都出来了，如此的认真。哎呀，哎呀，师弟，我的天啊！哎，这帮女的，共鸣在上面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威输的是吗？Oh!
到这里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，拜拜。OK， 我头发好乱，拜拜，拜拜。真可惜，你今天运动了，出汗了，今天的运动简直是来补妆的。哈。